香港乐队 Super Moment 7月16日现身香港红磡某酒店，为将在11月初举办的红馆演唱会做宣传，并机场宣布多开一场。成员们表示直到加场后十分梦幻，当然也相当开心。而成军12年终于踏上红馆的舞台，相信 Super Moment 也会呈现不少惊喜，答谢到场的歌迷朋友们，比如露一下好身材。操，这个腹肌是不是腹肌？其实我们已经把六个腹肌，你不操都会给人家唱了。是，但是我的秘密就是把六块的腹肌操成一块，一大块。但是我打算就把一大块把它们分开成六块。另外，听说演唱会门票在预售时成绩非常不错，现在公开发售了，更是一票难求。但是，相当多的 Super Moment 乐迷们想进场看演出，想必成员们应该都欠下了不少门票债吧？非常多的票要帮我的亲戚朋友去买啊，所以我之前在信用卡的时候，我自己都有在网上帮他们去抢啊。然后都抢不到很多，然后现在公开的时候我要继续抢。我们当然有啊，我们的家人啊朋友啊。他准备去排队。啊，是。如果因为听说有一些乐迷朋友，他们已经在排队去买票，所以我们决定在晚上会到他们的队里面去排一排。魔方传媒香港报道。